明るいかな。よいしょ。在金色双马为日吗？真假的？哎，等一下，今天不是节气分吗？叶冠霞晚安，少爷晚安，谢老晚安。哦，对呀，对对对对对，今天是节气分。大家晚安，卡丘晚安，谢谢上王师月桥帅元，千羽晚安。当当当当当当当，可爱的摇摇冰可乐，谢谢哎，晚安。月挂伞，谢谢上王草莓，嘿嘿。好，今天我不是要带那个猫儿，我要带别的东西。暗红晚安，波兰晚安。熊熊不见了，阿豆嫂晚安。我最喜欢的那个粉红色的熊熊，默默熊不见了，哭哭。可是这个还在，夜晚点有空再回来哦。好吧，我以为卢卡今天会绑双马尾，可以解读时间吗？好啊，特效到期应该是。也用了快一个月了，对，可恶，我最喜欢的，对，因为今天是日本的节分，所以我今天要准备了一个东西，噔噔，因为买不到大豆，所以我们家就买了花生，而且我们家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大豆的。大豆那个木用木做的盘子，所以呢，我用上次思雅前辈送我的这个，要撒出去。对，可可咪莎晚安，庆宇晚安。要丢鬼吗？对，可是有人说不能说オニワソド，要说オニワウジ。我踩一下好了。叫我吃硬币了，你们怎么那么想看？啊，可是我这边没有绑东西，可以绑东西的。我又不是到今天。一姐晚安，少爷晚安，谢送四叶草，谢爷晚安。啊，算了，等我一下，我去拿。一凯晚安，卡丘晚安，拖鞋，谢谢 Sega 送我春联，用的手抓一下变成双马也没关系。你好，我是鬼，好麻烦哦，等一下。可是我等一下要带这个啊，所以，重色晚安，阿 Kira 晚安，从这个小电红盒里。推测 Luca 的房间应该有些杂乱，是蛮烂的。可是我今天忘记收这个，再看一下。
等我一下，哎呀，我又不知道今天是双马尾的日子。哎呀，又有人说双马尾，怎样啦？喂，如晚安，哭哭。2月2号是节份，不是双马尾的日子。可是听说，只有2021年是2月2号是节分。我记得去年节分是2月3号，我没有生气，我没有生气啦。嗯，因为我绑头发，我很不会绑头发，你们应该知道吧？我通常要绑双马尾，都是先绑好，然后再给你们看。瑞卡今天没有迷豆子，什么意思？啊，撒豆子！对呀、啊，我原本要撒豆子，结果是怎样？有人说先绑双马尾。因为发量太厚的关系，对，而且太多。哎，Homemaki 台湾有卖吗？我们家没有买，以前是自己做。可是这样，哦，还是可以。Ruka 绑完，头发放下来就定型了。撒花生有效果吗？希望有。我们家每年都是撒花生，因为。大豆台湾没有卖，应该会今天日本各地的宝宝还好吗？听说玩具大被放到结婚，可是啊，对，日本的，可是我们家当鬼的每年都是我诶。什么 Ruka 误会？怎么了？对，我念成迷豆子是啥豆子？便利超商有，真的吗？是干的吗？为什么我妈没看到？昨天应该那倒不是拿来用撒的。对呀、啊，我是当鬼。如果当鬼，大家快跑！现 在晚安。应该说，我们家会玩的只有我们女生。我们三个女生，爸爸都不会玩。我们都会轮流当鬼，但是通常先当鬼的就是我。啊，没办法。好啦，如果这可以贴心给，怕被打吧？不对，卡妹都怎么丢你？就用力丢啊！等一下哦，我查一下，因为有的地方，日本有的地方不能说 Onimasoto，因为好像有的地区是鬼保护他们那个地区，所以我看一下山梨县的版本，谢谢重生，卡妹只想丢吧？对呀、啊，卡妹丢的画面我怎么开始冒冷汗？怎么的呢？おにわそと、くわうち、山梨県。好像山梨县可以说おにわそと。OK。可是我想我先做那个鬼的头饰，鬼的罚款。恵方巻き啊，恵方巻きか。我以为是那个，但是恵方巻き的话，我还是喜欢我们家自己做的。
あれ、のり巻きじゃない、方巻きというよりは。今日はニャンニャンの日。そう、なんか私もう今日思い切り節分の用意したのにさ今日ツインテールの日だよってみんなに言われたから仕方なく結んだのどこやったんこれやったんやん。何にしよう。ヨーツも、ヨーツも読んでちゃう。え、難し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どうしよう。半分に切るかも。よかった、ファリアンちゃんの本当だよ、本当。谢谢、マクラマンさん送我文手礼。比起结婚送我比较重要。啊、oh, ，好像也对，对。好，那就对啊，给你们看。でも後で鬼になるから。那为什么今天是双马尾？是因为兔吗？是台湾的，台湾才有的还是日本？日本的。ツインテールの日。ツインテールの日。本当だ。而且日本人自己决定的。应该是反正也是日本送的。日本的好多双马尾。那今天开播的大家都绑双马尾吗？肌肤恋爱。都是日本人教的原来好吧，那可以，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美版也会被粉丝提醒OK， 如果要不要跳 Psycho Twin Dale？ Psycho Twin Dale 我没跳过耶。我们就是 TP 的，都是 TP 的，上次跳这首的都是17岁以下的女生。ルカ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メバのオムホイチュアンス。原来。え、那他们都很开心。很开心的把双马尾吗？有没有跟我一样？啊，我不想绑，不想绑。今天跳一下。我不会跳啊。僕の好きな最強ツインテール似合いすぎて休止する。なんで二つに結んだの。男たちは首だけ。本家这首也是 U17。 我记得是 U16 只是开心的吧。哦，真的哦。对啊，ルカ差一点点，可惜。哎，对，我的生日 T 已经做好了，到时候希望你们会喜欢。对啊，大家记得买哦。ルカ唱这首好好听，ありがとう。期待期待耶！谢谢大家。どうやってやろう。こうかな。おにーだ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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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こうしよう。画面始まったらアナウンスしてね、会話すぎないように。もちろんもちろん。めちゃめちゃ宣伝する。ルカ今年19歳。今年、我忘记了。我忘记我今年几岁。我是会庆祝这些日子吗？直接回去。对呀、啊，其实我也是跟其余前辈想法一样。
对，但是我还是反了。云姬晚安。好酷，好酷！卢卡那一年不是18岁，对啊，不是才17吗？要准备18，没那么年轻呐，哎呦，哎呦，えほえほえほ巻き、そう、えほ巻き食べてないの今日。なんか海苔巻きしかなくて、台湾のコンビニ。お母さんも今日お母さん作ったの麻婆豆腐だったよ。我们家的晚餐今我们家今天晚餐是那个麻婆豆腐，不是恵方巻き。でもちょっと恵方巻きは食べたかったな。そうで、よいしょ、あ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恵方巻き今日かしぐま。そう、今日。感觉很好吃、会辣吗？不会辣。恵方巻き就是，可是日本的恵方巻き不能一口吃，哎，不是，不能切很多，就只能一口吃，而且就是方向，每次都有那个，每次都不一样，每年都不一样。卢卡在做什么？跟2月2号有关的，跟2月2号有关联的东西，因为我等一下要撒豆子。どうかな？是不是有点大？今年是哪个方向吃呢？今年哦，我不知道哎，看一下，恵方巻き2021。今年好像要往，没有写，等一下，我那个，今年是南东，哎，不是台湾好像都说南东南，そうなんかね、そう北北東とか南南東のことを台湾だと南東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て。台湾也叫南南东吗？我怎么记得是南？我记得台湾是东西南北的东西先者。谢谢送我守护灵，有点忘记。なんか違う。待って。これユニコーンみたいになる可能性があるぞ。なんかこれだけでいい気がしてきた。南南東東海中。好像是南南東。おー、好、那就南南東。そう、なんか違う。大丈夫かな？いっか。本当はもうちょっとこの辺にしたい。理想はこの辺。だけど、いいや。めんどくさい。不行啊，这么可爱的鬼，不是是在说鬼，不是鬼面，可爱から OK、ありがとう。いや、もう片方作る。今天要被可爱鬼杀死了啊！所以你们要当鬼吗？好，要有人攻击我的村庄，而且是连续3次，我觉得。我等等，官博一定要攻击他。
有的话是可爱鬼，鬼。아제도도시오가는후후르카가있잖아그래도작게보이거좀더좀더길은데요네이거사시도고 에야빠난사이대가야매요 先去到小琴的村庄哦，对，我今天有看到他在玩。我才能那中出现一堆鬼面，哎，我不知道。所以是男人都跟鬼魅有关吗？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一点点。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角会让想到五六岁鸭子的拉姆酱，对呀、啊，想做拉姆很像拉姆酱的角角。嗯，うまくいけばいいけどね。好像可以。好难哦。谢谢 Grace 教授，我看好你哦。我是调皮鬼，鬼魅如果要告诉炭治郎打鬼的方向是南南东哦，真的、哦，鬼出去，福气进来，对，没错。不要做那个东西。うまく作れるかな？できるかな？できるかな？さてさてほほよいしょ。あとちょっと。再等一下下。谢谢草莓酱送的草莓酱，德全晚安。卢卡是怕鬼还是幽灵？我比较怕鬼。卢卡的头皮好漂亮，哎，被你们看到。晚安，晚安。哎，待って、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った。壊れた？好吧，用别的。瑞卡目前在做什么呢？我在做跟结婚有关联的东西。快快做好了，再等我一下下。哎呦，嗯，よし，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まずこう塗って、ここが大きいな。もっとしぼめたい。よいしょ。最後。いやはは。よし、ちょっとあとちょっと、あ、もういいや、即席なんで。OK かな。谢谢吉思阳送我村，谢谢丁哥送我跟着翻糖去旅游，变身无敌时间 ，DIY 中队呀、啊。谢谢少爷送我偷偷喜欢你。OK， もういいや。クオリティについては触れないで。え、やっぱ撮りたいな。好想好想不要板刷毛欸。よいしょ、撮った方がいいよね、絶対。我觉得不要板比较像ラムちゃん。对不对？お、よかった、やった。什么、ルカ怪。可爱给不是应该要多好花多久？よし、ボタンコやる。へ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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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りなりよ、怪怪の東西。釣りや晚安。好、不要扫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合ってるよね。え、一回どれぐらい巻くのがいいんだろう。節分巻き方。我就是怪怪的东西。听说要吃跟自己年纪一样。对啊，没错。所以我只能吃，我好像只能吃十八颗。我只能吃十八颗，嘿嘿嘿。啊，而且啊，好像可以，好像真的可以撒花生，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壳的状态。这样的Luca好可爱，谢谢。啊，お面、お面は用意できないや、いいや。鬼を家から追い出すイメージで、鬼は外って言って部屋から玄関の方へ豆を投げて。啊，所以我说鬼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撒在门的方向。映るかな。よいしょ。有看到吗？不要撒在门的方向。然后福要进，幸福要内的时候，不能撒在那边。如果领口小心，好的。啊，然后最后，啊，比自己的年龄。要剪多一个啊，なるほどね。所以好像是我可以吃25颗的样子，欸，不是，嗯，25颗。你要去家里大门撒吧？可是现在好像不太 OK。鬼出去吓死客厅的卡妹。OK， 就多点，一小，快过来。好，鬼出去！啊，好好玩呢。鬼は外。
一点点，结果卡妹反而更深厚。再一次，阿尼玛萨多，哥哥阿吉。进到那个床的里面，等等还要捡起来，对呀、啊。好，最后，阿尼玛萨多，哥哥阿吉。耶、yeah, ！结束了，你打扫是要清干净，会呀、啊。对，然后我现在好像要剪呢。啊，部屋の奥から玄関まで順番に行うんだ。いける。我觉得卡妹应该是满脸问号，了解的房间发生什么事？对。拾うときどうやんだっけ？普通に拾ってんのかな？いくつ投げたっけ？おわんじんおさらどうさん？卡妹在外面。好，我现在开始剪一下。1颗、2颗、3颗、4颗。5颗，啊，哈哈，6颗、7颗，你们看得到我吗？哎呀，啊，汗かいて，待って取れない。手太短了，没办法剪那里的，先剪别的地方。1、2、3。地板的东西，取れるかな？よいしょ。花生不是花生，我刚刚发现床里面的东西是这个，我的橡皮擦，不是花生呢。そう、落花生だと思って拾ったら消しゴムだった。あとどこかな？あとどこかな？あ、ベッドの上にあった。オッケー。多分これで全部だと思う。全部じゃないな。1、2、3、4、5、6、7。どうしよう。本番。谢谢这个。谢谢你。我记得我小颗的，我拿9颗，1、2、3、4。可是这里只有7颗。剩下3颗到底跑去哪里？好可怕哦！那里，可是还在里面。算了，等等再找，不然被碰奖吃掉。我看一下里面有几颗。哎呦！谢谢大家送我礼物。
ルカズもくわい惚れてまうやろ、ありがとう。シェシェ。这还能吃吗？可以啦，可以。我找一下，因为这个一颗里面有两颗，所以这个就算，这个就算，这个就算两颗。等一下，应该是还可以吃。我刚刚看那个，对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好，剩下的就先不要吃。今天是刚好是双毛日，对。一首给卡妹吃，其实不用今天就把它吃完。OK， 我要绑双马尾吗？不是应该准备十八颗而已吗？哎呀，不要说了，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对啊，就十八加十八加七枚，十八加七表示越多，表示年纪越大可以吃很可以吃更多花生。哎，亲亲，我试试看用手，哎，可以了。欸，不知道好不好吃。我去心内吧。没什么味道欸。你绑一下好了。那你一百岁的时候，对啊，可以吃很多很多。就小时候不是，就国小的时候不是只能不是只能吃七个吗？然后我妈就可以吃很多很多。那时候我很羡慕我妈，但是我现在比较羡慕吃比较少的人。这花生说要是要跟自己的年纪一样，对。可是这边写自己的年纪加加一，所以我可以吃25颗。100岁根本摇不动。八尾晚安。花生里面有两个，我是算两颗。不是不是，对，我是100岁只能吃花生酱。Luca 好年轻，好像这样比较好，高的就有点怪怪。Luca 十九吧 ，Luca 算数不好。对，这种的叫。里面只有一颗，然后这种就里面有两颗。对，终于把 CD 回家了，等等再来填握手券哦。谢谢帅源，大家听到了吗？帅源等等填，帅源等等填 CD 哦。大家不能错过，谢谢帮我送我草莓。嗯，没什么味道，就是不会咸也不会甜。谢谢大老嫂送我们手礼，还好我填完了。今天是什么节日？今天是日本的结婚，嗯，就是把鬼拜拜，幸福进来的那种节日。还好我结束了。花生我觉得水煮的最好吃，水煮的吗？我最喜欢花生酱。谢谢那个给强大先生我们手里。嗯，对对，鬼出去福进来，没错没错。哦，对，我忘记我
我现在吃几颗？一二三，对，我现在吃三颗。我跟台湾人说，今天是日本的结婚，大家都会听得懂吗？还是很少人会知道？なんか日本の文化とか全く知らない人に今日日本の節分なんだよねって言ってもわかるかな？算播几颗哦，知道，好，那就好。应该大部分都不知道哦，真的吗？好，结婚，嗯，我刚吃三颗，好，第四颗。要知道日本文化的才知道，了解，不是结婚，说谁知道？对，今天是结婚，再加上好像是什么双马尾，三马尾的节日的样子。一首，嗯，ツインテール可愛いですね。ありがとう。有听过哦，就是我刚刚做的那个就是结婚。卡妹我不知道，她刚刚回来，所以她等一下应该会吃。我只有樱桃小丸子里面哦，对，没错没错，就是那个。今天看到日本的实况组做以后 ，Maki 才知道哦，了解世界双马尾日。我也会绑双马尾吗？应该不会哦。今天是日本的结婚文化。等等，你还要被卡妹卡妈丢花生吗？不知道哎。可是我觉得等一下他们应该会用这个。卡妹绑双马尾吗？卡妹哦，她现在头发是短的，所以没办法绑。啊，すごいのとかあるこれ。嗨嗨，晚安。这花生真的很干。我讲可以当鬼，可以当鬼吗？可是我们对碰讲就是傻豆子，好像不太好吧？卡妹是短发，对呀、啊，可是她应该很快就变长发。老大玩。安当鬼要玩什么？当鬼的话，只能当鬼就不能丢，只能跑来跑去。可是我相信这个结份的游戏，不是一个人玩的，应该是跟家人一起玩才有意义。可是我刚刚就自己一个人玩。鬼抓人，对，鬼丢人。卡妹短发100分，但她的短发也不是超级短的那种，嗯，好像跟美玲前辈差不多的短发，嗯。花生应该要怎么剥？你们都用牙齿吗？なかなか難しい。嗯，麦还 OK， 对，应该说中短嘛。好了，用手哦。结婚是固定二月二号。嗯，基本上是2月3号，但是今年好像2021年就是变成2月2号。用大拇指，用手用牙齿会吃到壳。这个壳不能吃。哦，这个里面有两颗诶，我以为只有一颗。啊，那我等等再吃好了。
你都很直播，当然很难。那要怎么播？待って、何個食べたっけ？もう。多分ここぐらい。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もっと食べたかな？計算が合わなくなっちゃった。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もう9個食べた？そんな食べたかな？あやふやや。好きなだけお食べ。ありがとう。好，我吃几颗，看来就是等下关播的时候，看自己的那个就是有人 po YouTube 的直播档才知道。压花生的头有点这样压吗？生日卡鬼对，待って、分かれちゃった。よし。慎重。美味しかった。そうそう、对，我今天的粉底用这个，也是跟丽卡一起拿的。然后这个是，好像是今年九月还是八月的时候拿到的。然后因为我的个性拿到这种东西会很开心，然后想说哦，那就公演的时候用，然后一直没用，然后发现这个期限到2021年2月，嗯，所以已经开始里面的油跟水分就是开始分离，so, 很难过。そう、もったいないって思って全然使わなかったら賞味期限切れちゃった。今年、違う、今月まで。うるせえ JF ファンだこや。おはようせうるせえやつらのラムちゃん。たやすい JF ファン。さあ、ごちめいさ。で、おいしはめいさ。おちえんとでんかいはやおば。かもつもらいは。これで今年は無病、なんか色彩良くなる年になるね。やめて、息の、音読みってそれで合ってる？無病。あ、多分言い間違ったわ。なんて読むんだっけ？あ、息災だ。そうそうそう、ごめんね。無病息災。愉快晚安。日日思考晚安。稍微过去名称。谢谢卡旅馆送真情告白，暗红谢谢送我 love， 一样漂亮，無病息災。そう、そう、なんで色彩って読んじゃったんだろう。待ってね。いいや、これで終わろ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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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到十点，剩半个小时。
那个谁说权利了？我发现我还是用这个比较好。言い間違い的な言い間違い。あ、もうこれは割れてるね。あ、待って、ちっちゃ。これは一個と捉えていいのかな？里面有超小颗的。对，今天直到十点哦。谢谢旅馆送的小浪花。耶，一個だけ食べよう。你要用双手大拇指呀，按中间凹凹的地方。喂，啊，できたできた。但有两颗的比较好，比较好剥。我们上次不是说虾子的壳，我想自己剥，我不想被我的虾子就是被其他人摸来摸去。但是我发现花生的话，我需要别人剥，自己剥的太麻烦了。ピーナッツはマジでめんどくさいから誰かに剥いてほしい。いや、虾子更麻烦呢。我可以剥花生，你们帮我剥。哎，啊！你给它吃。剥虾子比较麻烦呢，是麻烦是麻烦，可是就是，なんだろう。就是卫生的关系。そう、なんかエビ、台湾の男の人ってエビ剥いてくれるんだって。でもなんか私エビは自分で剥きたいなって思って、衛生的な面で。でもピーナッツだったら、なんか剥いてもらう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超絶めんどくさい。不是压一下就好、可是有时候压的我没有很厉害。唐朝栗子有啊有啊，啊你说剥的栗子的话，栗子哦，哦栗子也很难剥。顺便帮你吃掉，不行，我不爱吃花生，但我喜欢花生酱，我也喜欢花生酱，我超级爱吃。虽然我们家没有花生酱，但是如果汉堡店有花生酱的汉堡，我一定会买那个。如果手上的花生可都快，对，看看我剥的没有很厉害。花生粉哦，塑胶袋剥虾呢？哦，可以啊，这个可以。ピーナッツ地味に力が必要。本当にね。用力捏下去就漂亮。難しい。やっぱりこれが一番。あれ、これが一番。おう。びっくりした。あー。ねえ、还是这样播比较好看。整只虾子吃下去呵呵很难呢，这样嘴巴一定会受伤。我的手很脆弱。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新壳？怖い、気をつけて。もう多分25個食べ終わりました。耶，我吃完25颗花生，耶！谢谢阿红送我的。我中秋节烤肉得到称号是什么？剥虾暖男，剥虾暖男感。对对，卢卡没有。
可以来体验卢卡的手机，没有很厉害呀、啊。25K 也算多，对，希望我不会流鼻血。因为有人说吃花生会流鼻血，可是我从来没有流过啊。いい夏話肌肉们能留着含水剥虾看瑞卡可能会流鼻血原来是你们流鼻血不是我鼻血25颗应该还好吃一条花生巧克力就超过25颗真的假的原来巧克力条里面有那么多花生巧克力那么多花生超过的花生就会这个有超过吗这个我就不知道咯啊超过的也是超过好啊かゆいもかゆい髪の毛がめっちゃ当たる Luca 原来常吃超过25颗吗没有啊没有我自己很少吃花生可是我妈就很喜欢谢谢建国送我春你上次吃那个巧克力冰淇淋的那牌子感觉是有花生酱超甜哦你吃了我是觉得还好呢又变红了对头发一直攻击我的脖子吃超过会变怎样变老吗应该不会开心果我更不吃过敏的话尽量避免在台湾没有方盒子所以蒸笼对而且这个蒸笼是上次那个浪直播吗浪梦成真12月的浪梦成真交换礼物拿到的我没有丢哦我有乖乖用这种的哦这种你是要看有没有葱头盐巴味什么都没有有的话就是有炒过那个冰淇淋我觉得不会甜啊哦真的吗因为那牌子我吃过就很甜很像有加花生酱我觉得很好吃啊对啊真是个很棒的礼物其实蛮实用的那个很不错那冰淇淋我觉得蛮甜的哦对真的哦好吧过年就是会常常吃花生开心果我不太爱吃那些就是那些东西是因为很干就是一定要配水好吗想出来那个东西说あれあれです没有巧克力口味啊我们还没吃那个很想吃那你那你给我留个脚念哦你太晚来了如果早点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也是要一直补充水分对呀、啊、很讨厌吼很讨厌配肥仔快乐水一起吃快乐水是什么哎一真来了一真一卡枪还好不是我在找花生的时候先云晚不是先云跟怡珍说晚安哦可乐哦对迪卡酱你又玩这个了吗跟你上次一起拿的你吃草莓蛋糕了吗哦吃完了昨天就吃完了那个超好吃
等下我们下次再一起去买。不要错过，不要叫你个讲看那里。一首，那是哪里买的？啊，你说蛋糕吗？那个蛋糕也有点忘记，好像是我们常常公园的地方的附近。还没用完吗？真的吗？我发现这个的期限到2021年2月，然后我今天用的时候已经开始里面的水跟油开始分离，所以你可以这样赶快用，不然真的没办法用了。有空教他怎么剥花生，卢卡不他不会剥，我不是不会剥，我是很不会用，我是很不会剥，那快过期了，对，我不知道是到二月就是。到2月31号还是到2月1号？我也不知道。公园的附近，我记得是公园的那个附近。反正也是试用的，用不完就算了。不行，这个很贵。刚刚出动剪刀剪花生。对，快点用，快点用。我今天也用了，我今天用最黑的这个，但是。我发现没那么黑，二月没有31号哦，对吼，对吼，二月到29还是28啊？今年是到20吗 ？OK， 错的错的，我太少化妆了，对，我也忘记了，而且这个量蛮多的哎。一颗就可以用2天了，两三天，会不会二月公园看到 Luca 的时候妆超级浓，不要浪费？有可能，有可能我的脸就是变超级白。怡珍可以帮弟弟化妆，对，天生丽质才不用化妆，怡珍自然美，没错。她不化妆也真的很美。帮卡妹化，哦。卡妹哦，可是卡妹都不会帮我画，是什么？这是谁呀、啊？乔大森吗？一对一对，好了，撮ります。还有最后、哦，双马尾的鬼。あります。さとし。さとし。嘿。化妆化的喷弹，你跟卡妹玩游戏，输的给赢的人画脸呢？希望他不会乱画。我现在在整理化妆品哦，赶快整理，赶快整理。这个就不用，这个好像到2024年，我们一起拿的。那是不是我？一定会乱画的，我也觉得一定会。怎么有点像那个上次的放下偶包？下次送你怎么那么好？怡珍对怡珍上次说她没有再用的化妆品，她说可以送我，开心哦。你可能想送你化妆品，哎，是不是开始卡卡的？不要上次你说卢卡咋没带过去？丽卡不会送你的，嘿嘿嘿嘿，丽卡只会送我。等等会开始卡吗？不知道你们现在会卡吗？哎，口红又掉了。卡妹酱，如果你替我擦干那呢？我们都自己画自己的。
杜卡耶，我也爱你。不会卡哈、哦、，OK， 那就好。上次少年的外套还行吗？啊、哦，那我现在穿穿看。有一个这件呢、啊，我昨天穿的时候，一下。我就喜欢看我的推这样恩爱啊，对，大姚是三宝路，对，这里的那个，这里的扣子也掉了、欸，这个，哎，这个我就自己，然后这边的好像。好像本来就有扣子，感觉蛮厚重的外套，对，可爱吧？嘿嘿嘿，嗯嗯嗯，待って、お兄のいらなくね。走秀走秀，哒哒。拜拜，来的来的来的。结业式的时候给我，结业式，什么结业式？另外两件呢？另外两件啊！等一下，我等一下去拿。可以给我第二个哦。可是这个算是我的扣子，还是丽卡的扣子？日本的高中生不是，就是他们毕业的时候，不是送扣子吗？有点暴露款的 feel， 什么？什么意思？很像痴汉是不是？然后就给他们看，哈哈哈！我要 Luca 的扣子，变回上班族哦。对我也觉得有点像上班族的风格。跟喜欢的男生拿扣子，对，女生去拿男生的。另外两件我等一下，一下，我先扣这里，快点来挂这里。先放这里好了。我是觉得刚刚走秀蛮好爽的感觉，哈哈。走秀走得很嗨，谁给的就算谁的，不是因为太饱吧？应该不是哦。你好，你好，我闻一下有没有丽卡的味道。哎、欸，好像没有，多变的卢卡。哦，这是他送我的第二件，这个更像那个上班族的感觉。卢卡，你穿那件大衣，然后坐在椅子上，然后翘。盘腿怎么看起来像女社长？都是卤味。哎、欸，不是，可各位说好坏哟、哦。粉丝送的外套不能秀出来，对呀、啊。没关系，我自己喜欢。我是可以给那个其他成员看，是这样吗？ワークホリックは流行らない。女社長犯錯了，叫我下跪。我觉得这件蛮可爱的，而且看起来很成熟。
开发新路线，什么新路线？什么意思？いじり見よった。いじり見よったね。最近很好看，反正也是。我不要当いじりさん。我要开始走秀了。あ、スリッパが脱げた。イエーイ。什么新路线还是搞笑？哎，不行。哦，我不要当搞笑的。一首。对，这个扣子是哦，这个不是这种扣。走秀还蛮像的，嘿嘿，谢谢。哎，是不是丽卡走掉了？结果我一个人这样玩。谢谢上一送花枝金翠，英雄。Luke 可以考虑当模特，不行啊，我的腿不够长。电脑自己关机。我在等什么时候演35亿，看不下，有可能哦。你快点啊，你们。大人のシークなコートね。そう、リカちゃんがくれたの。嬉しい。ありがとう。で、電脳突然、他突然关了。メラリン感觉像、あー、探偵。ド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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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宫藤新一，等等来给，跟青梅竹马的毛利小兰一起去游乐园的时候，我不小心看到，全身是黑色的那一群人在私底下偷偷，哎呀，刚才只有个中文不知道怎么讲。なんだっけ、黒ずくめのやつらが取引をしてるのを目撃してしまって、気づいたら毒薬を飲まされて、あ、違う、あ、取引を見るのに夢中になった俺は、なんだっけ、背後から近づいてくる、あ、で、就是、我那时候、对对、黑人在交易嘛、然后、一直在看现场的我、没有发现、从后面来的、我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背后偷袭可能别忘记了。然后我发现的时候，然后我起床的时候发现身体已经变成小孩子的样子。もう直訳です。那是我刚才讲的是，就是刘家的直翻译版，不是正确的。可是这套好像比较像毛利人啊。哦，真的吗？梦中的中文意思是什么？夢の中。欸，不是啊。啊，夢中か。夢中的中文哦。夢中的中文。夢中的中文なんだろう。不知的中文，欸，わかんない，是吗？沉迷吗？哦，应该是，对，旅馆说的应该是对的。外表看起来小孩，个性也跟小孩差不多的，我像宫田露卡。啊，你说这个，哦，小人姐姐哦，好吧，那就这样。これ折れないかな、後ろに。できないか。啊，对啊，专心专心，没错没错没错，看得太专心。
あ、無理だわ、できないや。これな。投射用充气，犯人就是我。一下，都要把这个全部都。全部都涂成黑色，然后我今天就已经变成小人姐姐。누르가자後ろはランネちゃん。あ、これできないんだ、そうだ。哭哭，これから話すと聞こえろ。こんばんは。ブラックビートさん、こんばんは。ルカピ小人だ。真假的？啊，对吼，小人姐姐是小人姐姐是高中生，对不对？对吼。对啊，以前是小人姐姐，现在变成小人妹妹了。再大下去就很恐怖。可以变皮卡丘吗？皮卡丘，哦，已经涂，我已经涂成这样了，不行。咕咕，已经变成小蓝妹妹，好可怕哦！新一跟小蓝都高了17岁，哇哦，脸也尖尖的，有点像。やっぱこっちだよ。やっぱこっちにしよう。テレテレテ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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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テ我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这样像女老师是吗？今天变了几种造型了。你们高二的时候，日本死了多少人？啊，他们高二的时候，真的，只要他出现的地方，一定会发生那个杀人事件，超可怕。嘿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猜拳比赛的时候，我不是穿女仆吗？那时候的，那时候我自己做的蝴蝶结，我是贴在那个袜子上面。我不会戴眼镜呢，我视力很好哦，1.5，1.5，1.09，还是1.2，0.9。左边是 1.5， 然后这边是 0.9， 这样算很好吗？啊，对对对，先咻，咻，还以为要拿高中的，对吼，我忘记有那个东西。
难怪路卡都看到山底的我们，对，没错。你是不是喜欢写字看东西？还好诶，视差有点大。视力好，我幼稚园就开始戴眼镜。哦，真假的？台湾の視力の質感は日本と違うよね。え、同じだと思うよ、同じ。だけどみんななんかコンタクトで言ってる。なんか、マイナスな、なんか、マイナス200とか。这不是你显个半死的，对呀、啊，我只有就是进校门的时候戴这个，其他都不会，我死也不会戴。这个很严重，真的吗？是不是你家附近的高中？好了，就算你们知道也不要讲哦。超大的，あのコナンの曲名は君がいれば一応ルカに伝って。你说？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叫君がいれば，不是吧？是吗？我怎么觉得不是？以前没进去，很喜欢戴眼镜，还拿假的骗同学，没有进，就是对啊。以前我也觉得戴眼镜的人看起来很聪明。看起来还行啊，真的吗？不行啊，不行，因为很丑啊，确实离我家超近，我弟也是那间啊，真假的？你住？哎，你不是住桃园吗？哎，白のブラウスリボンメガネの高校生ルカちゃん脳内でそのもう白のブラウスが着たかったし、赤いリボンをつけたかったし。どれも違うよ。ルカ感觉很适合黑色。粗犷眼镜。黑色的吗？欸，我不适合戴眼镜哦，因为我鼻子太大了，戴眼镜看起来鼻子看起来更大。我发现很适合眼镜的人，就是鼻子小小的。哦，原来如此。哦，那应该很眼熟。因为这么奇怪的颜色的制服，应该只有那一件。君がいればじゃないなら曲はなんだっけ？え、明太子コナンテーマソングじゃないの？違う？メインテーマじゃなかったっけ？曲名あんのかな？大雄戴眼镜就没什么聪明感。对，真的。一眼就认得出是哪家，好厉害，好厉害！是谁啊？谁刚刚唱布林的歌？我啊，那 个可以戴 cosplay 那种大鼻子眼镜，这样鼻子就不会。对，我发现我戴那个，别人都不会觉得很奇怪，就大家都说：“哎，刘佳其实刘佳好像没什么变。”刘佳很适合戴那个眼镜。现在终于明白 Luca 说那个橘子是什么感觉，懂了哈，懂了哈。你不觉得你弟弟的制服很丑吗？我不知道你弟弟帅不帅，但是那件制服啊，就算帅哥穿了，不会看起来很，不会看起来很帅。然后丑的穿会更丑。我高中时你的打扮制服到底怎么样呢？やばいよ、本当にやばいよ。もうこの色、この色、スカートがこれで、この色で。上着がこの色。で、ワイシャツが黄色。ツインテールか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あ、さっきそうだったんだけど、取っちゃった。只能说我弟不喜欢那个毛衣。超级丑。你说红色的那个对不对？最大件的那个。超丑。可是发现我毕业一年后还是两年后，开始不用穿那件毛衣。我高中制服是橘色，可是你的制服蛮好看的。很像这种，对不对？然后学校一直，然后很奇怪的是，他们学校的老师都觉得这件制服很好看。我的才能就是把帅制服穿得很丑，对，感觉你很聪明耶。
ソミンの学校はずっと很好看。せっかく撮ったのにありがとう。いいのよ。记得我弟毕业拿到一个橘橘的安全帽。你们想看吗？我们家也有，我们家也有。老师觉得好看，那老师也穿。对呀、啊，老师死也不穿那个。一小时，噔噔。你好，我叫宫田橘子，谢谢。哎，而且这个可以绑，等一下，我忘记怎么绑。可以了，可以了。那其实蛮，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件很怪的学校。对，很傻眼哈。我不说这是谁的，橘子安全帽。对，你们没有看过吗？在外面看到这个安全帽，就是我的，可能是我的学长还是学姐。今天是百变造型卢卡，哎呀，转聘耶，转聘耶 ，everybody。不要拔下来，接下来就没有防护效果。我不说这是谁的，原来是橘子的，对，我还以为是 Takikopta， 不过上面那个叶子很可爱啊。夏天就不能，对呀、啊，会旋转呢啊，就是可以这样。上次有看到上面那个没看到安全帽的样子，哦。我弟说在路上可以跟路人认亲，上面有第几节？对，普段このケメレット被って没有，超丢脸的这个。而且我家不是住那里，我家附近根本没有读跟我一样的学校的人，所以对。就是如果真的是学校附近戴这个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每一件，今年我就不知道了，应该今年也是那个，我是没有很开心，因为我不会骑机车啊，所以就算有我也不会用，可爱吧？啊，我知道。我觉得这是搞笑的，啊！ルカちゃんのキャラならね、ヘルメットも納得。でもなんかあんまり、そう家の近くその高校に通ってる人あんまいないから、いないというかほぼいない。いないからなんかつけてても、何この人みたいな目で見られる。我可以在你。至少你被带的时候可以自备安全帽。原来卢卡不会机车，我不会机车，啊、哦，不会骑车，骑机车。不过他很爱，带了好几年没丢。对，有一种，对，有些人很爱我自己是不会，我自己是不会带，但是也应该不会丢。就是纪念，好，我要关播了。哦，对，那个安全帽的照片不要剪哦，不要截图哦，因为就是啊，还有那个蝴蝶结也是，我怕有人会误会，就是
就是误会，我还在读那个学校，然后懂吗？OK，知道就好。对啊，10点了，好快哟、哦！あつかるく楽しいキャラだったから褒めてるの。あ、本当？やった。チーユバイク可以带。チーユバイク带那个很奇怪吧？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对。哎，你名字中日一下。对，12月的那个照片，如果中了再告诉我。没事，我截图你穿一阵的外套。哦，对对对，OK，没关系啊，学校已经改名了。哦，对，没错没错。今天的心得要写花生吗？对，我要写。我今天做了两个日本节日，哎，过了两个节日，一个是双马尾日，一个是结粉。可以写说我不会剥花生壳。今天好精彩，谢谢。安全帽我有看到有人买，来买好了，不要买啦，不要买，不要买，一定可以。好，我要念贡献版。今天的第十名是泰罗桑，谢谢泰罗桑。第九名是旅冠，谢谢旅冠。第八名是八维，谢谢八维。第七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六名是乔纳森，谢谢乔纳森。第五名是可可妹莎，谢谢可可妹莎。第四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三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二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然后第一名是少爷，谢谢。我比较想买林姐，你说这个吗？我可以直接送你，真的不用。虽然今天肚子过来，但酸毛我好像没有，好吗？嗯对了，我买了卢卡合照会了，可以2天见面，耶！期待见面。你等等，房间要检查一下地板啊、哦。对吼、哦，我等一下还要检查。哎，你刚讲的外套，我好像最后一件没有给你们看哦，那就下次给你们看。ついてみられて幸せ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やった。送你送你，可可妹さん你有弟弟的、啊，可可妹さん不用，我不用送你。对啊，他的领结，男生是这种，男生的好像是这种，然后长长的。少爷晚安，夏夏晚安，卡车晚安。一个小黑色皮的腮，双马尾可爱，谢谢，ありがとう。黄色晚安，青云晚安，哈利小爷是面塞，谢哥拜拜。我不要地位的，偷了酱晚